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大经可会可注第1086页，1086页第五行啊，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，行人果能真实发心，老实念佛，唯此一句念念相续，则必定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，临命终时佛来接引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，决定往生，金灯不退，原生四徒究竟涅槃。前面我们学习到此地，这一段经文很重要啊，我们必须得多念几遍，把它记住，依教奉行。行人是修净土念佛的人啊，果能的关键这个果字，果然能真正的发心啊，这个就是三辈往生当中所讲的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啊，菩提心我们都是依照藕益大师所说的，他说得清楚，说得明白，说得简单，让我们听到了没有丝毫疑惑啊，什么是菩提心？对净宗法门真正相信，没有怀疑，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，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。第二个，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，这个心人人能发，而且是人人自己的本心啊，只是现在迷了啊，不知道自己有个真心啊，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能见到阿弥陀佛啊，见到阿弥陀佛一生必定成佛啊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极乐世界也是教学为先啊，老实念佛啊，老实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啊，唯此一句，就这一句佛号啊，这是我们呢
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习的，把心里头的妄想清除掉，把心里面的杂念放下了。这颗真心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只有一句弥陀名号，你就一直念下去，念念相继，一句接着一句，不要间断，将妄念杂念清除，就是毒舌六根，大势至菩萨所说的。净念相继，这必定如染相人身有香气。这两句话是佛在经里面说的比喻。我们身的衣服、身体染上香，走在外面呢，一定有香气。这个比喻很好懂，一位古印度的人，富贵人家了，衣服都是熏香，在中国古时候也有。这就是燃到阿弥陀佛的德相。临命终时，佛来接引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。往生的时候，必须要心不乱。如果临命终时心乱了，有杂念有妄想，就决定不能往生，又落到六道去了，去轮回去了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，绝大多数，几乎没有例外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你一生当中的爱好，那个习气，你这一生当中喜欢什么，到临命终时决定现行，习气现行，随着习气走了，习气在引导你，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把一切好的习气、不好的习气通通放下，只去培养一个念佛的习气。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：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养这个习气。一佛是想佛，不要想别的。想人、想事、想物，都是轮回业。专想阿弥陀佛，专念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。临命终时还是想阿弥陀佛，还是念阿弥陀佛，就决定往生了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金灯不退，金是快速，一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致菩萨，阿惟越致是不退转的，圆生四土，圆是圆满，四土，同居土，方便土，
十报土、长吉光土。啊，一切诸佛如来都有四土，但是四土不在一起。啊，现在科学家所说的话，它有不同空间维持，不是同一个空间维持，见不到。啊，可是西方极乐世界例外，它四土是同一个空间维持，啊，所以生到同居土也能见到阿罗汉，也能见到菩萨，也能见到佛，十方诸佛都能见到，没有障碍。啊，不但极乐世界的诸佛如来，你没有障碍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，你也没障碍。你知道，你见到，你有能力分身到诸佛面前去供养。啊，供养佛是修福报，听佛讲经说法是开智慧。啊，那么到十方佛拜佛是什么意思？是福慧双修。啊，求福求慧要拜佛闻法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学佛一定要明理。啊，这就不是迷信啊。啊，迷信得不到真正的利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跟因果不相应。善因一定有善果，恶因呢一定有恶报。啊，因果报应呢丝毫不爽啊。啊，这个道理不深呢，一般人都能明白。所以生到极乐世界等于生到四土啊，四土不可思议啊。啊，极光土是佛居住的地方，佛境界菩萨见不到啊。啊，十报土是化身大士境界，没有见性的人见不到。你看在极乐世界同居土往生的人没见性，他通通能见到。啊，能知能见。啊，能去亲近这些佛菩萨。啊，这种殊胜的利益就不可思议。我们这个世界没有，十方诸佛世界也没有。究竟涅槃，这是说你到极乐世界的成就啊，最后你一定证得究竟涅槃。啊，究竟涅槃就是回归自性了，回归常寂光了。故佛此事常念不绝，则得道界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无尽的慈悲，啊，教导我们要常念不绝，这句佛号
重要啊。前面我们学过啊，念这一句佛号的时候，我们的智慧福德就跟佛相同啊，跟哪一尊佛呢？跟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！啊，能跟他相同不容易啊！啊，念一声，这一声相同；念十声，十声相同；一直念下去，念念相同，真的相同了。啊，我们曾经看到、听到这样的念佛人，啊，时间并不长，念了三年，日知时知，没有病痛，站着往生，坐着往生，那么样的潇洒自在啊，真走了，能不相信吗？啊，想想他生前很平常的人，很普通的一个人啊，没有什么特殊，也不见得有高智慧，也没有什么大福报，啊，他这一视线往生，这个瑞相，有大智慧的人，有大功的人，有大福报的人都比不上。啊，临终还有病苦，啊，死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这就不能跟念佛人比啊！啊，所以常念不绝这四个字是比什么都重要。一定要真干啊，则得道即得道，就是前面说的究竟涅槃，你很快就得到了啊，即是迅速接起，又如接近直进路也，凡夫尘浮最近的一条道路，最快速的一条道路，这叫进路，是为持名一法，乃修行之进路啊。老实持名啊，则得道迅速也，上知下语不已，个个能成就啊，特别是下雨的人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没有财富，甚至于没有能力，没有人瞧得起他，他只落得一天到晚躲在一个小地方念佛，这一句佛号不间断，两年三年他成功了，自在往生了，
这个时候人家想到比不上他了啊，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愚不可及。你看着这个人下雨啊，就会念一句佛号，除这个之外什么也不懂啊。最后他视线的瑞相往生极乐世界啊，阿弥陀佛把他接走了，比不上他了。啊，最明显的例子啊，地仙法师那个锅炉匠的徒弟往生之后还站了3天啊，地老七给他办后事，对他的赞叹让我们感到惊讶啊！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什么都不会，就笨了啊！老和尚没法子，把他找一个破庙没人住的，让他一个人去住，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你一直念下去，一句接一句念下去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念，不分昼夜啊。他的长处，他听话，他真干啊，3年真成功了往生的前一天，到城里去看看朋友，那是去辞行的，见最后一面的。他又不说，就是看看老朋友。啊，第二天就走了。啊，老和尚对他的赞叹：天下弘宗严教的大山之石不如你啊，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也不如你啊。你看这样的赞叹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。地仙法师在近代是台宗的大德，从他口里头这样的赞叹太难得了。盖以幸运持名之法行作行事，果觉因心，故得道解。他为什么这么快？什么理由？这里给我们说出来了啊，真心真愿往生，能支持名号啊，这个法门原理是心作行事，这四个字净土宗的原理啊。佛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头说的是心是佛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本来是佛啊，现在你又幸运念佛，那你是是心作佛啊。你现在真的发心作佛了，你本来是佛，现在发心作佛，你当然成佛，天经地义，没话说的。
啊，这一句话我们明白了，懂得了。那我们就应当晓得，我们心除了是佛有佛之外啊，还有那杂东西啊。啊，设法界的业因种子习气一样都不缺。经上讲的是心是佛。从这一句延伸出来的，是心是菩萨，是心做菩萨，是心是声闻，是心做声闻。啊，是心是天，是心做天，是心是人，是心做人，是心是畜生。是心做畜生，是心是鬼，是心做鬼，是心是地狱，是心做地狱，没有一样不是。心心是变的，啊，由此可知啊，设法界。是因是果，全是自造啊！啊，中国古德常说的“自作自受”，不是从外头来的，没有人干涉你啊！谁在支配呢？迷雾在支配。迷悟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你觉悟了，你向上走；你迷惑了，你往下走。在中国古时候社会，上流的是读书，学深学浅。啊，下流的是吃喝玩乐。啊，他对于圣人的学术啊，他完全不知道啊。啊，那么这些四根理，我们都应该要知道。你的心就定下来，不会怨天尤人。啊，知道什么？生生世世，无不是自作自受。那现在我们把其他的造作，啊，种子习气，统统放下。啊，只念出这个阿弥陀佛。心是阿弥陀佛，口是阿弥陀佛，行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三身口意三业不念弥陀，我们就是走成佛之道。啊，是心是佛呢，就是这么走法的。啊，我们连菩萨道都不走。啊，唯一佛道。因为此持名念佛之法，是弥陀大愿之本。阿弥陀的大愿是度众生，啊，帮助一切众生。
在一生当中究竟成佛啊，弥陀宏愿呢，他不但有愿，他有行，所以他能保证你成就。你到极乐世界，他教你到极乐世界，烦恼业障习气自然就消除掉了啊，我们自己并不知道，不知不觉的消掉了。那什么原因？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，念这句佛号啊，断烦恼消业障。啊，所以化身菩萨也念佛，他业障没有了，烦恼没有了，他有无时无明习气。如果忆佛念佛，这个无时无明习气就消得快。啊，一般通常说的这个习气断掉要三个阿僧祇劫，在极乐世界我相信 不必要这么长的时间啊，一个阿僧祇劫不到啊，他的习气就断掉了。要不然为什么十方世界化身菩萨要求生净土？如果都是三大僧祇劫，没有必要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肯定是念这一句佛号的功德，能帮助他快速把无始无明习气消掉。啊，不是这个原因，我们想不出第二个原因。啊，这个是非常可能的事情。啊，我们从断烦恼、断习气，啊，一路看上来，啊，阿罗汉，见思烦恼断了，习气没断，啊，他证阿罗汉果。证到阿罗汉果之后，他就要开始把习气断掉，习气断干净，他升级了，叫辟支佛。断习气，在六道里头断烦恼啊，在声闻界里头断习气啊，圆觉啊，阿罗汉变成圆觉了，开始断尘沙烦恼，尘沙烦恼断尽了，他成菩萨了，升等了，他是菩萨，他不是圆觉了啊！但是他带着有尘沙的习气，尘沙烦恼断了，习气没断，所以菩萨要断尘沙习气，尘沙习气断掉了，菩萨就成佛了啊！佛在佛的果位上破无明，就是无明烦恼，无明烦恼断尽了，他就升级了，这一升级超越了十法界，升到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，就是一真法界啊。那么到一真法界，他习气带着去的，一真法界的时间很长，华严总讲41个阶级啊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要到等觉
才把五十五名习气断干净。啊，断干净他升级了，他升到妙觉，妙觉就是究竟涅槃，真的圆满的过位了，习气干净了。啊，这从理上讲啊，事上八万四千法门，佛说的，佛说的以外无量法门啊，这无量法门意思就包含着遍法界虚空界各个不同宗教，各个不同门派啊，修行正果的方法。所以佛法无边呐，没有边际，通通包括在其中。啊，那么修那些法门的人，他要听到西方极乐世界想去，能不能去？难。只要将他修行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啊，他具足信愿持名，一念十念都能往生。净土法门广大，没有边际。啊，在我们这个经里头，三辈往生末后的一段，慈州法师判作一心三，这个三辈很有道理啊。啊，这个里面说的不是专修净宗的，修其他法门。啊，其他法门包括其他不同宗教，啊，只要是正法，啊，什么是正法？与性德相应的是正法。啊，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人，能不能往生？肯定能往生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是心得。啊，从小学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就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行。为什么呢？它符合净业三福的标准。啊，那我们问，学基督教的，学印度教的，都行，都能符合啊净业三福的标准。啊，净业三福第一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他们有没有？有啊。啊，我们从他们的经典当中都看到啊，啊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这个是有啊。啊，他们的三规不像佛讲的那么清楚，啊，学真经没那么清楚。都是劝你做好人呐，没有叫你做不善的事情。啊，末后一条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全经心者，这个意思都有，
啊，我们不要去找文字，看经的意思，意思有。啊，所以大乘教里说，云人说教，说法了，无法不圆。啊，为什么？变法界、虚空界、万事万物是一个自性变现出来的，它能不同啊？它能有两样吗？不可能呐！啊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这在经上常念的，这就是全部包含了，一法都不漏啊。啊，怎么可以分词分别呢？分词分别是迷惑啊，是造业，自己制造麻烦呢、啊。这个麻烦，十法界就自己制造的，六道轮回是自己制造的，本来没有。全从自己妄念。邪念不善的作为，从这个地方感应变现出来。啊，你真正明白了，问题哪一法不是佛法？古大德就常常提出来呀，与自心相应。法法皆是佛法，哪一法是佛法？与贪嗔痴慢疑相应，与自私自利相应，没有一法是佛法。啊，天天念阿弥陀佛也不说法。啊，念阿弥陀的不是求生净土，他求升官发财，这就不是佛法。啊，他求名闻利养都不是佛法了。啊，求生净土这是佛法，别搞错了。啊，所以问题看他用心，用心正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。啊，什么宗教都可以称为佛教。嗯，你从他意思上，觉觉就是佛啊，觉有等级，有大彻大悟，有大悟，有中悟，有小悟啊，小悟也是觉啊，声闻缘觉是小悟，这小乘。啊，比这个更小的有天乘，有人乘，不是讲五乘佛法吗？抗战期间，太虚法师极力提倡人间佛法。啊，就是提倡人乘佛法，啊，人天乘，劝人做好人呐。人天乘就是五戒十善，啊，能够达到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，啊，也是佛法。啊，往生净土，这是佛法里头最殊胜的、最高、最微妙的佛法。
这个是阿弥陀佛大愿的根本，就是叫人心愿持名，最易下手，最易成就，故称易行法，号经中经。进入当中的进入，遇到这个法门不容易，是无比的幸运啊！你遇到这个法门，你一生能成佛，就成佛的机会呀，你掌握住了。遇到其他的法门，只是众善根，积福德，成就不可靠，因为你的烦恼习气没断，临终最后一念，烦恼习气做主，引导你到哪里去投胎。自己做不了主啊，习惯成自然。麻烦在此地。再看下面这一段，我法如是，作如是说。这两句很深啊！你看念老的注解，此两句真实，佛于凡雷震说法是之后啊，直视金刚王宝剑，各尽一切情见，全显如来本性。这两句话很简单啊，字也不难。我看小学生都能认得啊，我法如是，作如是说啊。可是他的意思太深了。声闻缘觉，全教菩萨都不能完全明了。前面经文里的有，这赞叹佛的，佛说法像雷震一样，大雷。我们被雷声震动啊！这两句话像雷声一样啊！说法狮子吼，狮子吼的威力，我们知道。早年初学佛的时候，我还看电视我喜欢看动物奇观，就看到狮子吼，狮子一吼确实很多小动物腿都软了，都跑不动了，这么大的威力被他吓到的时候都被他吃掉了。可是这些野兽虽然吃小动物，他吃饱之后他对这小动物丝毫不侵犯。小动物在身边跑，他若无其事，他睡他的觉，他不理他。
那么狮子大概吃一餐，3天吃一餐，不是天天杀生，不是常常杀生。人比狮子厉害呀，不吃也要杀你。他那个时候饿得不得已了，才抓一个小动物。这就是他也有他的道，他能遵守他的道，他不乱来。那么佛说这两句话，就好比是雷震，好比是狮子吼。知是，是实相，真相，金刚王宝剑，隔尽一切情结。情结与自信相违背的，我们讲邪知邪见。全显如来本性。如来本性是什么？依佛心印，印证本性，故云我法如是作如是说。这两句话是来印证。佛心印，我们有个参考资料。众生本具之一性，大觉之妙体也，是云佛性。一定要知道，这就是自己的真心。所以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为什么？你有佛心，你的心就是佛心。说得很好啊，众生本具之一心。一心就是佛心，二心就是众生心。你的心本来是一心，不是二心，但是现在呀，现在变成无量心了。太杂了，太乱了。你不是一心了，你现在是乱心。就经上的意思来说，三心二意就是众生心。一心呢，一心是佛心。你本来是一心，现在变成三心二意。这三心二意，懂佛法的人一听就明白了。三心二意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一心是真心。三心二意是阿赖耶。三心就是阿赖耶、摩那、
意识，这叫三心。二意呢，就是第六意识、第七意根，这二意。设法界的人全用的是三心而已。诸佛菩萨通通用一心。一心是真心啊，一心里头没有妄念啊。一心里头不杂不乱啊。所以妄想杂念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以为他有，他真有。你没以为他没有，他真没有。他从哪里来？从心想生。你想他就有，你不想他就没有。不想真心，一心，一心是真心，永远不变。不变是真。不生不灭不灭，这个念头呢，善恶念头啊，是生灭的，有生有灭，所以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这一定要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学佛没有别的，佛教我们把三心二意放下。假的嘛！一心要不要找？不要找，放下之后一心就现前。这个东西障碍了一心。除掉放下三心二意，就是一心。不必再去修一心，去找一心用不着，一找就又错了。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一心，起心动念就是三心而已。所以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法身菩萨，起心动念一切依照佛所讲的去修行，一点都不违背，不越轨，还是用的三心而已，叫全教菩萨。没错。修得好也称他做佛，十法界里面的佛。天台大师说，是相似即佛。他用三心而已。用得很正，邪恶他放下了，他没有邪恶，他很像佛，不是真佛，为什么？真佛用真心，不是真佛，他用的是妄心，设法界里的佛。真正把妄念放下了，就是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他就超越十法界了，那就真佛了。虽然无明习气还没断尽，不要紧，那是小事，不是大事。早晚都会断掉的，所以称它做分真即佛。怎么叫分证？他没有圆满。佛经上常常用月亮做比喻，佛是满月，
啊，圆满就十五的满月，这成佛。十四的月亮好比等觉菩萨，啊，不是真正圆满，还有一点欠缺。啊，十三欠缺多一点，这就是十地菩萨、十回向菩萨、十行菩萨、十住菩萨。啊，十住菩萨初住是正月，是月牙，好像我们初二、初三看到的一个月牙。啊，虽然不很明亮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啊，假的月是水中之月，是假的。那不是真的啊！列目所见的也是假的。那《楞严经》上说的，什么叫列目？我们用个指头把眼睛按一下，看外面就两个像。你看月亮，看两个月亮，两个月亮哪个月亮是真，哪个月亮是假的，很难分。那为什么你是两个瞳孔看的，它都是真的？啊，所以这不得不是纯真。啊，虽然不假，不是纯真。啊，所以叫相似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纯真真正看到月牙了。啊，用月牙到满月，代表四十一位法身大士。一天一天的圆满，那是真的。所以可贵的是得用真心，不能用妄心。啊，妄心修行得不到正果，最高的只能到十法界的佛，出不了十法界。啊，十法界的佛一定要用真的了。啊，要放下虚妄，要用真心。啊，他才能得到正果。不然的话，他得不到正果。啊，返妄归真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念佛求生净土，求生净土这个心，越是真实，越是恳切，把世间一切人事物啊，统统放下，不放在心上了，念佛的心是真心。虽然也是阿赖啊，这个阿赖耶，他跟真相应，比相似即位的佛还要殊胜。为什么？相似即佛，要把那个相似丢掉，他才能提升。念佛的法门呢，这个相似的这妄心的时候，可以不必丢掉，待业往生，殊胜在此地啊！待什么？待着阿赖耶，待着三心二意，到极乐世界，行啊，行啊，待业往生啊！啊，可是，一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三心二意自然就转变成四智，转八识成四智，在哪转的？自己不知道。是在往生的时候，你是莲花化身，
佛来接引的时候，莲花开了，你坐在莲花上，花就合了。阿弥陀佛带到极乐世界，你这个花在七宝池当中开了，这一开已经转八识成四智了啊，这个变化就在莲花当中。所以你进入莲花的时候是由三清而已，莲花一开的时候三清而已没有了，大圆净智、妙观察智、平等性智、成所者所智即其现了。所以你是法身菩萨，你是阿惟越智菩萨啊，这一点我们要感激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恩德啊，是他的本愿加持我们的，就第十八愿。啊，造作集中罪业的人都能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是转世成智。啊，所以你不进去，则已进入阿弥陀佛，就是一真法界。啊，就是真正的佛国土。啊，确实不可思议，大觉妙体，大觉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体是什么？啊，体是理，理体是什么？就是佛性。啊，就称之作佛心，此心决定不改啊。慧能大师见性为我们说出来，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，所以他没有改变。佛把它称之为印，印是什么呢？又如世间之印旗啊，印度人跟中国古人都用印代表信用啊，所以印也叫印信啊，印旗跟印信的意思相同。啊，有这个印，这就是真的；没有这个印，是假的。啊，印是凭证，印是证明。啊，这是用真心、佛心做印证呐。啊，所以以此心印为禅之体啊，参禅，禅宗的理体就是此心，就是佛心，所以禅宗一定要明心见性啊，你把你的真心找出来了，真心一出来之后，你用真心不再用妄心，用真心的人，最低的位置，华严圆教初住菩萨。
他超越设法界了，比设法界的佛高一级。设法界的佛没出设法界，这个明心见性的人超越设法界了。二，穷明智。这个穷不知道是不是错字，我没去查。穷讲得通，穷是穷究深入，有这个意思在里头。明是给他证明。为大魔之禅宗，所谓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是也，故有佛心宗之名。大魔祖师传来的这个法门，学习的宗旨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这也是大乘佛法的结晶。没有阶级，直截了当。但是要上上根人，上根不行，六祖坛经慧能大师说，他这个法门所戒引的根性上上根人，神秀大师所戒引是上根人，他是上上根人。直指人心，见心成佛了，上中下根都没问，都做不到。所以这个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自知之明。我早年学佛，三位老师都给我提出警告。我这三个老师，他们没见过面。跟我说一样的话，不能学会能。方东梅先生说，慧能之前没有看到有一个慧能，慧能之后没有看到第二个慧能。他说那是天才，一步登天呢，他登上去了。你要学他，登不上去，摔下来粉身碎骨。那怎么办呢？走楼梯呀，登不上去走楼梯呀。哪是楼梯呢？脚下都叫做楼梯了，由前而深，一步一步往上爬，这个稳稳当当，但是时间长可是你登上一级，你的境界就提升一层。张家大师跟李老师都是这样警告我。禅是快不容易，其实
禅得快，比不上净土。啊，净土比禅还要殊胜。啊，真正把净土经搞明白了，你就晓得。不搞明白，你不知道啊。你还以为真有比这个法门高的。啊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才死心塌地知道，这是佛法里头无上法门。啊，而且最殊胜的法门是什么人都能学的，啊，不需要具备什么条件，你要禅一定要具备上上根，啊，下愚学不到，啊，那么净宗上上根跟下愚他画等号，他没有问题，他能成就。啊，这真真不可思议！啊，上愚下愚都能成就，当中哪有不成就的？不成就是你不肯干呐，不老实啊，不听话了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真正老实听话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所以禅宗也叫佛心宗。啊，六祖坛经里头有一句话说：“啊，这个思悦，这个思就是六祖大师，无传佛心音，暗感位于佛经。”这一句话说得好啊。能大师一生所说的，没有一个字一句话是违背佛经的。用佛经来给他做证明，他是正知正见，他是佛心佛言。啊，如果他所讲的跟经上讲的不一样的，那是邪术，那是魔术。啊，所以经论给开悟的人做凭证，啊，真的是信仰。你入无入的境界，是佛境界，是魔境界，用经典来做印证。与经典所说相同，佛知佛见；与经典上所说的不一样，那就错了。必言出自里头这一句话是宝智公讲的，啊，说此事。观音大士传佛行音，又云天台沙门怀则云，三地云聚的一心，是佛行音也。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在此。啊，举的这三个例子都是说明佛行音。啊，实际上就是大乘教里常讲的根本智。就是佛行音。啊，佛心印一定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就见到了。
啊，人人本有，个个不无。问题就是我们有障碍，把它障住了，啊，没有失掉，它永远不会失掉的，它是真的，不生不灭，不改不变。啊，去掉障碍，它就现前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，念老引用的，一佛心印，印真本经，故云我法如是。这如是指什么？全经所说的，真心流露的，啊，作如是说，啊，真心所流露的，圆圆满满说出来。我们凡人所说的，里头有自己的意思，自己意思呢，从妄心说的，啊，阿赖耶的种子是妄心的基础，啊，分别执着是缘。从这里流露出来的，啊，这是六道十法界的之见，不是佛知佛见。啊，佛知佛见决定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真的，不但是释迦。我法如是，作如是说，一切诸佛如来，一切法身菩萨，没有一个不是如此。啊，就晓得这两句话，它有多深，啊，它的境界有多广，啊，直接说来，这下面是念老的话。此之二句，即印证前面所讲，常念不绝，则得道起。啊，我字是释迦牟尼佛自称，我法如是啊。这个意思，简单的说，各位，我之法就是这样。啊，所以呢，就如这样而说。啊，说的是什么呢？常念不绝，则得道解。啊，这个四句要连在一起讲。常念不绝，则得道解。我法如是，作如是说。一口气念下来。莫知参取，这用禅宗的方法。若能其会，方知净土一法了，圆融绝代呀，跟禅没有两样。啊，禅所说的境界，净宗也能达到。啊，又如禅宗六祖为人引证，啊，这是为他的学生，他一生教学，弟子很多，真正明心见性的人有42个人，
啊，无比的殊胜呐、啊！禅宗在他之前是单传，大摩传慧可，慧可成传僧璨，都是传一个。啊，六祖以后，啊，这些43个人，他们一生所传的，大多数都是传一个、传两个、传三个，再多就没有。啊，但是他四十多个人，每个人传一两个就不少了。啊，没有一个能像慧能那样的啊，一生传几十个人的，那没有啊。啊，那么他给这些人印证，印证的话是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是，我也如是。完全像释迦牟尼佛的口吻啊！释迦牟尼佛，我法如是，作如是说。啊，这是祖师为学人印证。六祖之如是，亦皆本经中之如是也。啊，慧能大师为人印证的如是。就是本经里头，佛说我法如是，作如是说。啊，这就是说的真相啊。句句真实，字字真实。啊，所以经的文字不能改动。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古大德的态度，纵然是个错字，很明显，也只能在旁边注一注，这个字可能是什么字的错误。啊，不敢把经上字改过来，加一个注解，这个可以。啊，存疑，让读的人自己去决定。下面这一段还是这两句，再细说一遍。又我法如是，作如是说。上一句即是我法如是，下一句呢就所说是如。啊，我法是如，所说是如。此二句表我之所说，即是我法，我法是如，故我所说即是如如。那如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是真如，也就是真心，也就是实相，就是事实真相。真相就是这样。啊，真实之机，这是佛在这一部经上所讲的。啊，
故云我法如是。作如是说，啊，说真如，说实相，即经中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开始化是教化，显是显明，示是指示，啊，全是真实之际。啊，故知我法了，就是真实之际。无量寿经所说，字字句句是真实之际。这是大乘妙法，啊，所以菩萨都难信，何况凡夫？啊，明心见性的人看一听很好懂，那字字句句他都懂。那用个俗话来说，这是讲的真心话了。只有佛菩萨讲真心话，设法界六道凡夫啊，都是讲的妄心话。说的不好听，叫虚情假意，不能当真。你当真会失望，你会痛苦。他说话不算话吗？那你也了解，他说话不算话，他是妄心。怎么样受人欺骗啊？也一笑了之，都是妄心嘛，哪用的真心？真心只有佛菩萨才用真心。啊，凡夫都是三心二意呀，虚情假意呀。说的不好听，虚情假意，你可别当真啊！啊，你当真，他没错，你错了。于是我们每天跟佛菩萨接近，你说多快乐啊！展开经卷呢，听佛菩萨真心话啊，不是虚情假意。跟人家聊天聊几个钟点，全是虚情假意，一别够笑了，等于零啊，不浪费时间吗？啊，拿这个时间去读经都好啊，去念佛都好啊。啊，理跟事都要搞清楚，都要搞明白。啊，经书言说，即开始词真实之意，故云作如是说也。念了得住，住得好啊！啊，给我们选择这些资料，也选得好。啊，故知我法就是真实性。
这个我是真我，不是假我。啊，这个我是自性。啊，这是证得自性的人，明心见性的人呢。那么经所演说呢，就开示此真实之机。啊，凡夫不知道真实之机，不知道自己有个真心。啊，佛把这个门打开，让你看到。打开之后，你不是火，你看不懂，所以再加一试，一样一样指示给你。啊，这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详细讲给你听，你才恍然大悟啊！啊，自信里头有无尽的宝藏啊，无尽的德能啊，无尽的相好啊，你到外面求不到啊，外面全是假的，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啊，真的假的，真的是不动的不变的，假的是波动的，是会变，是无常的，啊，这个标准好啊！啊，我们想想，摆在我们面前，啊，能见的是我们眼，能听的是我们耳。所见的色相，所听的音声，哪个是不变的？哪一个是不动的？现在大家全知道了。所有一切现象，啊，这三大类。物质现象、心理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全都在1600兆分之1秒的频率波动当中产生的。所以全都是假的。啊，体是真空，相是幻有，真空不空啊，幻有非有啊，这两句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啊。啊，真空不空是说的理。幻有非有是说的相，是说的事。你把性相离事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你的心就定下来了。那你要想入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是佛境界，不是菩萨境界。入境界难。可是用念佛这个方法往生极乐世界，入这个境界就太容易了。啊，这个境界有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只有这一个法门很容易进去。啊，非常安全保险的进去。啊，其他的法门上有障碍，都有障碍，啊，不容易进去，这个法门容易。啊，这个法门是阿弥陀佛以无尽的慈悲心，他带你进去啊。
啊，我们想到别的国家进入海关，哎，有人带你的时候是不必检查了，什么啰嗦都没有啊，你就进去了。啊，进入佛境界，84000法门，门门都是关口，不容易，只有这一门容易，这一门阿弥陀佛带你进去。啊，其他的法门没有佛接引呐。啊，所以这个缘在我们一生当中遇到，决定不能空过。啊，所以这一边就说得很清楚、很明白，啊，经所演说，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的时候，这经所演说就是开示这个真实之机。古人作如是说，作如是说就是开示真实之机。故知经中一一文字。每一个字，皆从如来性海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。这没人知道啊！这是诸佛迷藏。宇宙之间最深的奥秘，啊，在这个注解里头把这个秘密揭穿。太难得了。啊，它不是从阿赖耶识流出来的。啊，从自信。大光明藏，大光明藏就是常寂光，常寂光就是自性的全体，啊，自自然然流出来。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所以夜夜自中。实就实实在在，欲无边妙理啊，在这个里头含藏着无量无边的妙理，一一皆是弥陀信修二德所供庄严啊，这是讲经文。字字句句，每一个字，真是讲绝了。啊，是阿弥陀佛信德修德，信德是自性本有的。啊，修德的开显了自性。啊，信修不二。信修二德了，所供庄严了。啊，这庄严了，就是这个经文，字字句句，怎么来的？啊，一一皆是开示悟入佛智之间，这不得了啊！啊，这几句话就超过了华严法华。就超过了显教密教啊，真正成为世尊49年讲经教学的第一经啊，悟入佛智之间，就在心愿之明。
啊，生到极乐世界就悟入了。啊，此常念不绝，则得道解。啊，这两句，释迦牟尼佛的开示。真诚慈悲到基础，你真能做到，你这一生就究竟圆满啊，正是如来称心的流露难，真的难在你能相信啊！不信，遇到也是枉然啊！遇到这种不相信的，又对他有怀疑。啊，这么简单的方法不肯用，还要去搞别的方法。这就错了啊。啊，念了这后头几句话说得好啊，正是如来称心之流露。啊，世尊心因之所因际啊，句句都讲到究竟，句句都说到圆满，皆是大慈大悲慈父如理之说。啊，我们对于释迦牟尼佛，对于阿弥陀佛，给我们恩德之大，无与伦比，无法称说，不可思议。啊，佛对众生的大慈大悲。大恩大德，谁知道？没人知道。啊，我们如果不是六十多年来的学经教，不知道啊。啊，真知道啊，这才感恩呢，感恩的心。油然而生，又有感恩，就深信不疑啊，依教奉行啊，再放下万缘，一心专注啊，佛对我们的。希望达到了，我们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见面了。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的愿满了，啊，送一个到极乐世界入学了，啊，这父母放心了，没有进入极乐世界，这提心吊胆。将来不晓得变成什么样子啊！进入极乐世界就放心了，肯定成佛，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！大悲慈父如理之说，故应至诚信受，不是一般的信受。
一般的新手不行，不能切入。说老实话，说听都听不懂啊，看也看不明白了。我们分享的时候常常讲提到。心理学跟物理学方法不一样啊，物理学可以怀疑，发现问题，心理学不能怀疑，一怀疑机会就错过了啊，中国传统的学术是圣贤学术，不能怀疑。佛菩萨的教诲也是圣学，不需怀疑。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，没有沉浸。佛菩萨跟你讲，你也听不懂，你也得不到利益。所以它跟学物理不一样。我们接受了三四百年科学的洗礼，染上怀疑的习气。中国的小朋友我不知道，我在美国住了多年，美国人教小孩就是叫他怀疑，什么人跟你说的话你别相信啊，从小就教啊，对什么人都不敢认为他真的是好人啊，他在骗你啊。你看，从小就这种教育，所以一生呢，跟人都是怀疑。换一句话是，一生都没有人跟他讲真话，你说他多可怜啊，多不应该呀。这是怎么造成的？长年累月教学所教出来的。我们现在也慢慢也在学，不相信祖先，不相信父母，不相信老师，到最后一生没有一个相信。相信什么？相信自己的实验。实验里头也未必是真的。法相讲三量，只有限量是真的，比量跟非量都靠不住。到世界上没有可信的人，没有可信的事，这人真可怜呐，真是不应该呀！我们今天终于找到一个可信的人，释迦牟尼佛可信，阿弥陀佛可信。古圣先贤可信，老祖宗留下来的教诲可以相信。
今天世间人每一天浪费在电视、网络这些娱乐用多少时间啊，跟一些人说一些杂心闲话占多少时间，啊，这些时间全都造轮回业。啊，纵然是很用功佛教徒，每天做早晚课，早晨念一部无量寿经，晚上念一卷无量寿经，啊，能一天能听2个小时，行吗？不行呐，不成比例。一天24个小时啊。啊，多少时间接触圣教，多少时间接触世俗，啊，一半一半都没有把握。所以要真正提高警觉，不能浪费时间。时间对我们来讲是最宝贵的，啊，其他的无所谓，啊，财富、名利都是假的，不值得一提。时间太宝贵了，要用最宝贵的时间来接触佛菩萨圣贤教诲，这就对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